我市的警察和当时林管处的人员，伫这台安溪湾头林班地，发现有一台偷出茶的吉普车，而且嫌犯伫这绕跑的过程，啊，准那车掉伫个溪埔，最后被警方抓到，有那互人依法依赏。警方伫大安溪顶流的溪层发现，这只改装吉普啊，后车道伊用磅布盖掉大批的车库，竟然落车来拦检。停车！停车！嫌犯被警方围剿的，嫌犯被困在溪流，无法度振动。警方协助之下才脱困。关键在后车道发现，三大支长尾被运下山的小楠木，树龄都超过百年，总重量着2200多公斤。保持的环境甲当时林管处的人员，21号伫大安溪第84林班地巡查的时阵，拦查到这只改装的吉普啊，抓到一个大型驾驶。不过另外一个共犯已经落跑，嫌犯不从。后加速逃逸，仍遭警方查获，价值约31万余元。警方并查扣该无牌车辆等破案工具。当时林管处表示，小男是台湾第一位登过树种，大部分分布在海拔900到1000公尺的山区，一地精丁，把带有盘溃。不过现在数量拢真少，在惠顺林场以及所管的林班地拢有划定保护区。由于真正被盗采，林管处嘛加强巡检的频率。森林部管员平日会进行林班巡视，会随时注意林班内可疑的人车。并于到达的高风险地区，不定时的联合森林警察进行联合巡视跟深山特遣的工作。警方以违反森林法以及刑法的窃盗罪嫌来上班，由相当比例做是一级贵重物，还佫加重轻机1/1，并扣2000万以下罚金，还佫在追查阿尤嚣张的管道。记者苗栗采访报道。